果儿啊，你怎么能接南海市的巡演？当初我怎么说来着？让你们不要回国，不要回国。李叔叔，这是我跟林雨安之间的事儿，用不着什么都要求您批准吧？你知道叔叔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是怕。林雨安回来了，我先不说了。这一回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么多骚扰电话。魏然，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，你是不是没吃东西啊？啊，我不饿。那你渴不渴？我帮你倒点水喝。不用了。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已经把巡演场地给定好了，要不改天我们去看看。你到底怎么了呀？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提到的那个，我做梦梦到的那个女孩？我不记得了。哎，你还没跟我说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。我们真的没有来过这儿吗？怎么觉得这儿的一切都太熟悉了？做那个梦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你是不是最近安排的太满了，太累了？